8月11日晚，张杰为 Live 巡回演唱会在鸟巢成功举行。有网友路透了不惧暴雨赶来助阵的嘉宾现场图，照片中只见谢娜全程都在认真观看，眼神里满满的都是爱。坐在一旁的蔡徐坤的头大，黑色鸭舌帽护颈十足，一双大长腿十分抢镜，陪着师傅娜姐一起为杰哥加油打气。而坐在蔡徐坤后方的正是前段时间传出怀孕消息的赵丽颖，只见她被身旁好友逗得哈哈大笑，看起来气色很好，看来身体状况恢复的不错，并不像怀有身孕的样子。除了孟美岐、吴宣仪、宁三元，扩建少女101中的另外八位，杨超越、傅菁、李子汀等也到场为导师张杰助阵。傅菁头戴黄色渔夫帽，举着荧光棒，在认真的向导师张杰取经。李维嘉和袁成杰在为张杰鼓掌喝酒，看到精彩之处更是激动的站在看台上摆出大鹏展翅的样子。网友和老师对杰哥娜姐是真爱啊，何炅和谢娜站在看台上为张杰加油打气，快乐家族全员到场为张杰撑腰，途中吴昕和杜海涛正在十分开心的观看杰哥的演唱会。